年紀最小的拳手之一啦，十八歲。咁對住十六歲的拳手，其實會唔會大家都係十零歲，會唔會即係會又大家都會怯場啊？咩壓力始終都會有嘅，但係都係打出自己實力咯。依家嘅準備功夫係點？你覺得？都係加粗啊，體能啊，可能有嘅多啲跑步咯，跑樓梯啊。信心其實都有嘅，始終自己都擺咗咁多心機落去練啦，基本上都係好間斷每日咁練噶啦。對手可能年紀都會同我爭差一截咯，但係都唔會話因為人哋年紀輕啲點樣就會放鬆懈咁咯，做翻我自己咯都係。到時會有屋企人嚟支持下，都會睇情況咯，不過可能始終。你話爸爸媽媽嗰啲見到啲類型格鬥型嘅，可能都會擔心啲啊，拳拳到肉，可能都係會自己朋友多啲咯。體能上都比起以前好有明顯嘅進步啦，但係可能心情上就都仲係爭咁啲咯，都會緊張，有時臨瞓之前諗起有少少瞓唔著，出場就唔會嘅。但係我自己就有少少擔心就係、是。都高我好多下，但系我而家觉得操练足够嘅话，其实身高唔系一个问题。对于打身高比自己高嘅人，多数都会打啲埋身啊，尽量唔好俾佢攞咁多距离咯，尽量做好自己啦。无论对方系点嘅话，自己准备充足嘅就 OK 啦。首先身高方面啦，同埋。主場之利啦，呢個係我嘅優勢，我會善用呢個優點，自己嘅信心指數會係有幾高嘅人嘅八十。今次對手大你十年咯，你覺得會唔會係年紀上你係會有一個絕對性優勢喺度？應該唔差好遠，不過話好少少咯。我其實應比較好嘅，會揸落嚟啲揸實會粗好啲咁。配合翻啲拳去打好場比賽，自己贏面有幾高？都係五個，個心態都係盡力打好呢場比賽。有冇研究過對手嗰啲咩係最厲害啊？都有佢打一二踢一二，有組合會有組合，唔會驚直接去，所以我都會操翻啲組合去拼搏。你有信心可以贏？盡力。每日都會操成兩三個鐘頭，咁啊打靶咧就打五個回合，咁啊四個回合就打太半，一個回合就打 boxing 嘅，全部都係同一個，其實冇乜壓力嘅，因為大家都係拳手，咁佢細過我或者我大過佢，冇乜所謂嘅，大家都係咁樣打嘅。咁你係代表澳門第一個上陣，會唔會感到有少少壓力咁樣咧？其實都會有，都好緊張。我第一場，年齡上我最擔心就係自己體能上方面咯，因為始終對方較年輕咯。咁每日操練會增加幾多少時間啊？增加都多咗成倍嘅。